像你好，打算自己酿美酒。买了很多种，有 B9 桃啊，这是Vodka伏特加。然后这是啊，不对，这是空瓶。空瓶怎么跟哦？这是清酒。你要先来。白兰猫清酒，然后冰塔。他们要倒酒进去了。这是清酒的那一罐。嗯。他说黄金比例是1:1:0.5。糖是零点五的。糖0.5啊，梅子跟酒是一样多，所以还用了。有的，反正就0.5到0.5。啊，去虾皮买了很多罐子，然后梅子刚好扎起，有一大袋。0.8配600刚好。0.8配600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刚开始清酒应该要喝大罐。还有这人家送的高粱酒，然后去北海道比较多便宜的酒。我觉得高粱酒。这是这叫什么？威士忌，然后这是高粱，反正金门高粱比较贵嘛，啊，这都便宜的，现在58度，哎，对，这也是。这是什么？威士忌，高粱，然后哎，琴酒啊，这是琴酒，琴酒已经搞定了。琴酒就是这一罐哦，上面还要用标签机。等一下要贴旁边了。这是白兰猫琴酒，不错哦。好爱工作，哥哥。兄妹在这边洗梅子。分工合作，做着做着就会越来越快了。洗完的瓶子应该晾干就可以，可是想说晚上就把它弄一弄，所以用吹风机把它吹干。来，我们还用这种钛金属的针把地头挑掉，比较，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可能怕烂掉吧。又搞定一个了，来，再一颗。那你全部都是有地头的。等一下。好。就这样。地头，好，手也不错哦。还有用电子秤，要控制质量1:1:0.5糖。然后这边。再吹干，我们想说晚上就把它弄一弄，所以洗完之后马上拿来用电风扇把它风干。听说有水分的话会怎样？没，好像会失败，会如果水没有吹干可能会都没拍到我自己。哦，刚以为这是行动电源，原来是标签机。有点烂，晚上什么伏特酒是什么鬼啊？伏特加米酒头啊，要写伏特加应该看得出来。好，标签机刚少打了一个字。好，热腾腾的，刚从 Seven 拿回来的，现在都包装很好，玻璃罐。这边要几罐啊？两罐哦，哎，四罐哎。四罐。快快快！反正这样操作，你不要再买了，爸爸。四罐，好。这边四罐，然后这边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啊，还有两罐好的嘛，所以12罐吧，好吃哦。没垃圾就丢回箱子。这现在的防震真的很猛哎，看起来就超防震。然后用台糖的金冰糖，一包1公斤装。来，用餐巾纸擦还是比较快一点，吹风机有点慢。口够宽的，所以用这种酿感觉还不错。然后，但是这种比较好听。摆在这里看起来真的很漂亮，好透明。对，我们在换大一点的电风扇吹。顺便拍一下自己。
好，赶快梅子先，刚刚称了750公克吧。700。我们要用的是。700，那个。哦，这一罐琴酒，750cc 嘛。那是琴酒。嗯。对。不是700。哦，不是伏特加。是750还是700？没关系啊，没差的。那是七。刚称完，然后接下来称糖，称糖就是一半嘛，所以大概350嘛。一半多一点吧。好，后来想说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哦。你还是你讲烤出来东西？300，本来要300，我们用300左右而已。好，那换倒酒。好，倒酒。确定？啊，还可以再来。我刚刚是试过了。没关系啊，留着就好。可以啊，还可以。好了，留一点。留几口让它可以。好，刚刚伏特加也加入了。好，接下来是什么 ？Royal Eagle Whisky。Royal 应该是皇家吧，皇家老鹰 Whisky 哈，就倒到。我是不是没打到这个、啊。没关系，倒到。是什么亚伦什么卡什么？不是亚伦卡，这是伏特加。啊，那个没打到，等一下还要再打一个标签，那个没有，那个是什么标签 ？Whisky 酿美酒，不知道感觉是什么。哎、欸，其实有点颜色，刚全部透明的看起来不错了，但是有点颜色可能。而且他写2000，我觉得可能有超过2000一点，颜色也还不赖。没有啊，我梅酒900。刚刚好哎。梅酒900而已。糖也用900而已。Very good 啦。什么威士忌啊？来加入我这大罐威士忌的。还没贴啊。威士忌。用餐巾纸当漏斗，总是会变聪明人类，不然这个我被拉的。好，精确，那就精确了。反正拢较细腻了，对啊。加得进去了，梅子啊，刚刚加梅子啊。哦，梅子比较少，可以把它加几颗进去。OK， 好。能弄到酒。它是点轻一点。好，精确。你哦，贴上面。梅子要多少啊？精确58度高粱。这种窄瓶口的换梅子比较不好换，效率慢了一点。下一个是要 B9 桃啊，多少？34%。好，放这边。38藤300，一半嘛。好，倒糖的时候又更麻烦，用拨的就好了，所以还是宽口的好一点。窄口看起来有漏斗还有用啊。窄口看起来是。比较有造型一点，其实也不会。窄口要有漏斗啊。哦，对啊，应该用漏斗。哎、欸，我们家应该有啊。好 ，B9 桃啊。这应该倒不了多少。就把它倒满了，因为这个才600cc。应该也差不多呢。测试我们来测试，因为我们糖用比较多，所以我在测试看可以吗？对，把它压下去，附近的小青不要去。
旁边很多球罐，就会用我最小的动作给它咬进去。走啊！你可以先贴完再拿过去就好了。啊，我要看哪一边啊？好，美美子的最后一个亚兰卡洛伦的500cc 而已的 whisky， 也是用窄口的。差不谢谢。对，欸，不过漏斗更难，漏斗下面的口很小。漏斗应该又不用冰糖。好，最后一罐呢，又忘记它的名字，卡伦三米戈贝吉加 whisky。也，欸，可以呢，其实，哦，因为糖够多了。亚兰卡洛伦，亚兰，好，总共结束了，梅子用完了，白烂猫清酒啊，靠腰，伏特加，没有了，对对酒，琴酒 ，Whisky Royal Eagle Whisky， 然后金雀高粱。米酒头、米酒头啊，公卖局的，然后亚兰卡洛伦威士忌，那还剩一罐，最后剩一罐纪念酒，珍喜龙58度纪念酒在后面，已经没有梅子了，不过都是用便宜的酒去北海道买便宜的酒酿的。